我是一个铁杆战黑，NBA 季中锦标赛开打了。12月6日，我向众神祈祷，太阳必灭湖人，杜兰特大杀四方。可回应我的是詹姆斯的31分8板11助攻，还有离谱的5次抢断，太阳3分饮恨。12月8日，我又向佛主祈祷，鹈鹕必灭湖人，胖虎受鹰大杀四方。可回应我的还是詹姆斯。22分钟30分5板8助攻，湖人44分屠杀鹈鹕。最后，我只能把希望放在了步行者的身上，联盟第一控卫哈利伯顿，他必不会让我失望。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将对他灵魂附体。可最后，回应我的不只有詹姆斯，还有戴维斯和里弗斯。湖人又一次打破了我的幻想。现在我只想说，季中赛冠军毫无含金量，拿不到我就把它毁掉。没有我的肯定，是詹姆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。